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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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
刮嘎被死哟！大一中结束了，珊瑚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嘟噜。秘藏湖鲍鱼，哇，怎么那么喜欢啊？哦，还没保护资讯。那来吧。有，我刚才去尝试打了一个地藏钢龙，巨魔的地。然后嘞？死大概六，快六十次还是五次来着？我想钢龙，钢龙真的是最难打的哎、欸。我想说，因为我就森，我就一个森林七而已啊。然后我想说，我拿重弩侧甲重弩一直侧他，应该就不会有事吧？嗯、他龙卷风会，他龙卷风会转弯啊。不是不是那问题，而是重点是他一个小喷，我就有可能死了。是啊，对，我曾经他一个小喷，直接被直接满血喷死。我那个血量是有体力三的，直接去死。啊，我换个装备。吃多久？我是不是游戏断掉了？有吗？移动，然后就挂网挂太久啊。我是太久没回，我发现我感觉有点累。安安，啊啊是，确实是没来挂台啊，安安。Hello， 更变装备。我看，我在期间看到你们贴好多装备。哦，没有，那是有在问啊，有问就贴，不然这个相簿其实只是抛魔物一些很好笑的画面而已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还？而且最后一篇我也怀疑，我在想说那一把是什么？是哪一个？气哦。啊？那个什么取接的什么荧光黄？哦，那个是他说你青弩要玩就要玩这一套，不然你伤害打不出啊。我说哈，很想要用真节约。没有，他看起来是打火鼠的、啊。没有办法，他说那把武器是打火鼠，就装火鼠的。啊，你看每个属性都有。没有，你就看你要打什么属性，那个珠子插什么属性啊。哦。嗯。明火的这么方便。嗯，缺点就是血少啊。啊，正常。轻弩那、啊，远攻的都是这样。那我开任务。嗯。
就不在，很难怪。不是说你哦，像无缺也是啊。没有，大家要过年，我知道。过年大家回家嘛。对啊。Go go。干嘛？忘记吃饭。哦，对哦，你不能吃饭。餐死去了。大不了喝一个古老米啊。是啊，要有属性啊，有什么的啊，防御大。啊，你拿啥？哦，超虫棍。没有，我这是召唤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要靠虫虫药。我今天这版虫子很强。以前我就这样玩啊，可是以前虫子太烂了。这版虫子变好强哦，直接玩爆帽子一，直接玩爆破石爆炸死他。停！好 ，Go。你先撞吧，我要撞一撞，我只是找瓷器而已。你要撞就可以让他撞，那可以。不是啊，我现在很缺石头。等一下，我需要石头喂虫子。哦，你是说那个？对，这个头嘛，算了，打手也好。不是啊，是打击啊、哦！全跟着啊，他打到稻草人了。哦，打晕他了。不要去中间撞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不是啊，你刚往中间勾欸。欸，关麦猎魂。吃草。
没石头喂他千姿安安，小薇安安，叶安安。又被骂。嗯，大概第一次被骂吧。哎、欸，对好。哦、我以为你是要抓他、啊。哦，忘记了。我没有注意到就左下角的图示。那我就不活了。你再不多就死了。啊。太久了。太久这样，太久没玩，你才三天没玩而已。对，太久了，三天就可能几小时。看我三天没玩，我就忘记看左下角的故事。你没玩，你也不会看右边提示啊。骑车你也不知道。对啊。对啊。我本来想说还在发生什么事情。有爱攻击。属性带对的啦，是我带错虫子，我是带速度虫子啦。因为今天在看说速度虫子有没有差，想说看看可不可以增加。我是带这只虫子啊。啊，之前高伤害是带这只虫子啊。
攻击就差一大堆，你看这攻击才9，这攻击16、欸。哎、欸，打啥？没事没事。我们平时打的都是80、80、80啊。大傻，今天是灭镜龙，我一直都没有打他。打，我看有没有调查好了。有比较好的奖励吗？啊！调查，一定有啊！我在删调查。我的要么是就一次力竭，要么就是两个。太多了吧，两页，都可以啊。没有，我一直知道都可以，我说太多了吧。啊，没有，我刚刚看 DFT 的那个。贴什么？他贴了4金。哇，你的这么棒哦，还可以倒5，还可以倒4次哦。那走啊，连接你的，我先坐下。当秋天。在12号
来当赛亚人。叮！啊，又爆了！嘿，我看到他了。看导虫有没有在做事啊？哦，在这里啊。我到了。要开打吗？还是要等猎魂？是猎魂。反正也很快到了。到喽！谁在开打？好撞啊！撞啊！转双跟，开始。啊，没有吗？你为什么一上去就会直接打？不行了啦，哦，声音我伤害超低，我的天！我要去换武器了。啊！我要刷赛了。
看看，哎呦！加强，你三天没玩，你还知道加强在哪、欸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有加强。到底是谁说软化会重置啊？有人讲那软化会重置啊，可是忘记是谁讲。谁跟我抢旗头啊？帮你软手啦！啊！嗯？没有被打。
红杰安安 ，S H I 去安安。哎、欸，哦，阿辉。靠墙，靠墙，靠墙！啊，有红颜，去死了！哇，累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下去给他睡吧，我没办法，我直接被他丢到，不是啦，其他啦，就不要跟上去啊。怎么还是这边睡觉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没在这边打过他。我刚才从我那边走过去，我以为他这边睡觉。看起来没睡啊，傻眼，感觉不睡了啊。睡觉啦。睡眠吗？被打掉了。我打的啦。帮我干嘛踢睡眠蛙？我没石头。啊，我那我来吧。啊，直接、哦，好吧。可以啊。不是，我看电魂直接就爆。我们都这样子啊。我们最近都这样子呢。是吗？只是缺点就是他可能一炸醒马上睡着。我现在才要去睡。傻眼。我的天，老兄，睡觉时间不太对啊！一天安掉入
也是准备要做那把金火的那个剑斧。他做了、啊。可是太刀吗？这把不是，不是啊。哦。斩击。应该是缺材料，我看他是采阿斯。我觉得，应该是缺之后材料。流水。我就忘记金火前的素材是，好像有阴火和赤火吧。哦，木的那几条了。对啊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因为那把我很早之前就做出来，那时候还有剩余的材料，金火材料。嗯。